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行家男孩子，我们黄萌叔周毅，今天是网红泡面大赏。为了避免浪费，我们单次录制的时候可能只会选3到4款，对，所以我们准备来一个全新的玩法，叫泡面盲盒。我闭上眼睛随便挑，挑到谁是谁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哦，这是他，一个，两个，再来，向左，向左，哎，就这个，三个，再来一个吧。四个，好，看看今天被我选中的孩子是谁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来尝一尝酸辣肥肠粉。哇，这个我期待，我爱肥肠，这会好吃吗？不好吃我真的会骂了。弹幕走一波，你觉得它会好吃吗？如果你觉得它会好吃吗？你帮我闻闻，香不香？你们看阿布的鼻孔啊，香是不是啊？酱包，哇哇，这个酱看起来哇很实在，像有肉腻。对，菜包。它这个酱的味道是那个肥肠卤料的味道。醋包，哇塞，还淋在上面去了，好美哦。粉包，辣椒包，看这个，哇，这个辣椒籽可以啊。肥肠包，我现在肥肠不开心。哦，是真的肥肠哦，我看到三坨了。哦，还可以，5-6个呢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哇，这个汤真的，哇，好冷啊！我有点期待它。等4到5分钟，让我把衣服先弄起来。我来先尝一尝粉儿，哇，就是那个肥肠的味道，好香啊！我来尝一下肥肠，在酸辣粉界已经算非常好吃了，香香辣辣的，而且没有那个腥臭味。肥肠呢，也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嚼劲在。哦，我想在里面加上我妈妈做的肥肠，一定很好吃。但是你被我试完了，你2袋都吃了啊？不好意思，你要脸吗？给你们看一眼粉，粉有嚼劲，中间不会生，泡了之后也是很弹的口感。虽然肥肠还是有点小了，但是素食里面能有这样的肥肠就已经不错了。得有5-6块了，当夜宵吃也太幸福了吧！这好像在成都街头吃粉哦。你给他这么大评价啊？就是那种街边烟火气好重啊！尝尝看，好好吃。肥肠了？肥肠没有吃了。没有肥肠了？有。还有一个肥肠太少了，我这粉味好够好够，而且粉是入味的，软嫩中有一点嚼劲儿。来，和味道，麻辣牛肉面。和味道有个特点，就是它是不需要自己冲料包的，你把它撕开之后，它里面的粉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已经放好了的。哇，里面是真的有牛肉的耶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个我们来冲一下，有没有一到深夜就特别想吃泡面的感觉？必须的，国民夜宵，喷喷香，把这个小盖子盖上就可以。哦，我要哭！深夜食堂，拍给你们看，太绝了！3、2、1，咚咚咚，真把小龙虾，这个面会发光，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！里面有牛肉，哇，大块的牛肉，蛋花，面，然后辣椒，哇，这个太香了！我先尝一下这个牛肉。哦，好香啊，这个牛肉，它虽然是冻干的，但是你能尝到肉味。哇，一个赛一个的好吃，比刚刚的肥肠粉还好吃。它里面那个麻辣的口感非常非常的入味，同时面很筋道又很香，你能感受到那个面是弹弹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牛肉和蛋花，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真的好好吃。你尝一下，嗯，你吃了它之后会立马抛弃十足人。我想抛弃你。哇，牛肉好大一块哦，快吃面吃面吃面。哇，这个面比十足人还要入味，对吧？好像里面有气孔一样，把味儿给带进去了。今天是车轮战，最终我们会排个名。现在和味道暂列第一。我来喝一下汤，给我留一点。睡什么觉啊？给我起来干饭！我再尝一口给阿爸，太香了。哇，晚上加班吃这个泡面太绝了吧！就给我买。吃完泡面之后，整个人热乎乎的感觉真的好爽啊！家里面一定要放一点点泡面，晚上工作到家或者是晚上学习到很晚的时候，不要想胖不胖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要给自己满足感，吃一碗泡面然后再睡觉，第二天起来真的赛神仙。之前我们有做过和味道的一个创意料理，如果你买和味道的海鲜面的话，面吃完那个汤不要倒，在里面打一颗鸡蛋，搅匀之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再叮2到3分钟，出来的那个蒸蛋真的巨好吃，回去试一下，不好吃你来找我。辣芝士面，我们来泡一下哈。里面呢有一个面饼、粉包、芝士粉，哇，这个芝士不要钱的多哎，芝士上面盖着辣椒，哇，这也太美了。加开水，芝士瀑布有没有？汤瞬间就变成那种奶色了，奶香，哇，牛奶哎，加了牛奶煮的泡面，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！但是它没有什么配料哎，我来尝一下，
怎么样？你们有吃过麻辣味的芝士年糕吗？哦，不是，芝士年糕外面蘸了一层干碟的感觉，它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感觉啊？味儿不好吃是吧？闻起来的时候是有奶香的，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全是麻辣的味道。哎，它这个麻辣哦，不是那种酱香浓郁的麻辣，就是撒在烧烤上面的干粉的那个辣的感觉。嗯，不好吃，目前排位第三，就是有点像是绣花枕头，闻起来超级香，你对它充满了期待，但是你一吃起来说，哦，真的把就这打。弹幕上下一个百胜厨咖喱风味拉面，据说这是全球十大泡面之一哦。哦，这个面它不太像方便面了，它好白哦，这有点像拉面。我们把它放到碗里，三个料包。哇，怎么是白色的粉啊？椰子味的。哇，好东南亚呀，这个风味。哇，这个就是浓汤宝，我感觉这个有点像火锅底料。这个面是要煮的哦，我先尝一下汤。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我喝完这个汤的第一个感觉，心里面浮现着两个字：尊重。就是尊重这种饮食文化的感觉。你不能够说太多，好像是你到了个旅游景点，然后呢要吃当地特色菜，就会端上这一盆给你。他说是我们的十大的什么面，心里啊，大巴里他很特别辣，有椰子香，里面加着一点点的辣味，就感觉这个红的里面它应该要放点蛤蜊，放点红虾，面相当的好。但这个汤它要加配料，太简单了，不是很适合我的口感。我觉得它比刚刚的辣芝士要好吃，所以它目前暂列第三名。好，本周的年度泡面大赏比拼就是这样，我们排出了以下四名。第一名是和味道麻辣牛肉面，第二名是酸辣肥肠粉，第三名是百胜厨咖喱风味拉面，第四名是辣芝士面。我们的榜单还在继续，不知道下一周我们的车轮战谁会勇夺第一呢？敬请期待。如果你有更多的选手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或者刷弹幕告诉我们。欢迎来到年度我的深夜一碗面大赏活动，点击三连就可以给他投票哟，拼命拼命啊！如果你不给他投票的话，我会把他给剪掉，让你喜欢的选手出道吧。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爱你们哟。